这个 set 我希望可以从一个物理的角度来改变关于空间上的位置的，因为这个台它会有一种高和斜的物理空间，而我们平时在平面上是比较难做到的了。今次的作品我会用描距、形式和过渡来形容今次的演出的。今次的音乐和影像其实它都会从一种写实的影像和一种抽象的记忆的方面去帮我今次的作品一起去营造整个氛围的。